一台上面只有我一个人。我进来喽。他这个房间呢，浴室是长这样的。你看，这是超大的浴缸，然后外面就是房间。哇，好色情哦！没有啦，就是你可以坐在这边泡澡，坐在这里泡澡看电视，这个角度不错吧？哎，边洗澡边看电视，这应该是很多人晚上会想做的事情吧。它是双洗手台，所以如果你们入住的人数比较多的话呢，双洗手台其实真的还蛮方便的，早上刷一下就不用等人了，是不是不错呢 ？King size 的床，喂，然后上面还有美美的蚊帐，哎没有啦，美美的纱罩，哇，超美的，自以为是公主了这个。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这一个地方。合适，你能想象就是这个白天在这边看着日出，旁边就是可以看日出的地方，晚上在这边小酌一下，然后配着电视，哇，简直不要太舒服了。他这外面看海的时候拍几张照真的蛮好的。它这个楼下是儿童游戏室，它里面有非常多的设施，我等一下就带大家去看一下。超大一间的，光在这边玩免费的游乐设施就可以耗掉一整个下午的时间，如果有带小朋友来玩的话简直是乐坏了。然后还有 VR 可以玩哦。这边的话是儿童的游戏室，这个是 Switch 哎，而且这都是免费的。然后旁边这一区的话是小朋友可以玩的，这个是乐高墙。这边有麻将桌可以租借，然后这边还有 KTV 可以唱。那这个区域的话需要费用的就是 KTV 跟刚刚的奇异室。然后这边的话都是自带酒水要收开瓶费。然后外食的话要收清洁费，这个大家就是比较注意的地方。那如果酒水的话，在这边买，这边也是有可以买到酒水的哦。这里有电动脚踏车，我们就骑着电动脚踏车去逛一下附近吧。平常也很少骑脚踏车，所以我们先从小条路开始骑吧。电动脚踏车的好处就是上坡也是很轻松的，稍微踩一下就上去了。在这边是租借了 Yatugo， 我觉得车厢还蛮大的，直接放进一个后背包，而且可以放两顶安全帽，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。然后他租借的时候就是付两顶安全帽，大家可以一起共乘。是这个大小，而且很臭，真的很臭。它这个真的很脆啊，而且它厉害的不是只有脆而已，而是它脆之后，它里面不是那种干干柴柴的口感，而是很多汤汁的那种，就是吸饱了汤汁在里面，我觉得很夸张。但它给的菜又很多，所以你就搭着一起吃。它给的菜这个萝卜丝好。泡菜也给超多，是带有小小的辣味，然后它的醋味很自然，不会太过酸涩，也不会刺激喉咙，所以还蛮好吃的。它红茶很大罐，我以为是像早餐店的那种杯装，结果是这样一整罐的，然后这个是30块，闻起来很像那种古早味红茶的味道。喝起来很清爽解渴，我觉得打炸物真的还蛮适合的。然后它的甜度不会太甜，所以如果没有喝很甜的话，我觉得这个也还不错。
松是非常脆的那一种。然后我选的这个是柠檬的，它上面的是柠檬糖霜，香香的柠檬味，然后带有一点淡淡的甜味，我觉得这个还蛮好吃的。它的奶油是用伊斯柠檬奶油，所以味道还蛮香的。现在来到的是花莲铁道文化园区，然后它这个园区的话，感觉就是，一个比较历史悠久的建筑物。然后目前的话，看起来维持的状况是有些地方有点斑驳的状态，可能是受到地震的影响吗？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现在的状况。就它部分的话是有围起封锁线的，然后可以看到就是园区内有些东西损坏的。看起来应该是受到地震的影响吧，这边部分的地方有受到影响，这应该是建筑物结构加强的支架。这边的门稍微往里面凹了一些，上面这个屋顶的地方有点波浪形的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廊道，有灯笼，我觉得还蛮好看的。然后距离这边900公尺有一个叫将军府的地方，然后也是在地人很推荐，说有重新整修过，是一个蛮漂亮的景点，很适合去拍拍照。那我们现在也去看一下。来到的是将军府，好多好多的许愿纸条，最多的许愿纸条就是叫花莲加油。现在我来到了七星潭，啊，这个海水非常的湛蓝，然后天空也非常的蓝，今天天气真的很不错。啊，昨天晚上下了一点雨之后，早上的空气就变得很清澈，有没有觉得很漂亮？它这个沿岸边都是非常大颗的石头，然后到中段的时候就是小颗的石头。我们来看可以走多少。14颗。这次花莲芙蓉饭店的那个套票组里面就含有了2A 的水岸园区的游湖券，那游湖券的话还可以换这个气泡水来喝。然后刚刚去那个中午吃饭的地方，那个英德田野休闲农庄，然后他们有送我
这个是用中药材做的防蚊液，他说这边稍微会有点蚊子，所以喷个防蚊液会比较好，然后味道香香的，那一个小时喷一次。